我相信科比的行为，在海外吼，应该那你关心台湾的，加清楚了、嗯、但是呢，台湾即马特别是看伊民调，还佫有80%吼。伊以前呢？哦，就即马最近个，本来较低，即马起来，什么理由？什么理由？你讲对一个科比啦。科比。即马你讲对一个。你话你讲科比的即个言论，佮即个思考。这较好，嘿，这较好。迄阵仔是干呐？伊伫骂讲，伊是个王八蛋。迄阵仔才起来，啊！这王八蛋刷了就开始。你敢想哦？名利吼，咱讲名利如流，如流水啦。迄个科比内底就上正面啦。呀，科比要去双城，无关哦，伊也无关哦，吼。啊，转来去讲两岸车请将干一个，好，规个下落来，吼。啊！了后开始要办四大运动，啊，四大运动出代志吼，但出代志了后的第二天，一点点，第三天，伊看伊个办事唔对啊，第三天吼，伊全咧讲王八蛋。王八蛋啊！几种？啊！迄一挂人安尼，就去互欺负啊，足足气的，忽然间全得着偷棒啊，伊名叫全关起来，名叫全关起来。好，啊！甲关起来，即嘛你搁甲看，吼，即嘛最近个。代拍人的代志，伊就搁记啦。OK， 所以用民调吼来咧看一个人。讲话机，哈，讲话机。我阿未，新的民调未出来嘛？这个新的民调未出来。这个事件也咧发展嘛？也搁咧发展中啊？嘿，我特工你报啊。但那照我的感觉啦，是讲，实际上恁看消息，这个消息真的是一点仔立场都无啦，无适合做种政治啦吼。但是。问题不管咧起起落落，伊嘛是伫礼貌以上咧起起落落嘛。看到那这实在是对伊真清楚嘛，对无？看伊这无立场，完全是讲个是投资分子，哪有遐悬的民调？我阵作个一半嘛，伤悬啊。我搁这样跟你讲，国民党选输了。国民党咧台北市有几趴？实际上，民调啊，民调的支持者，一个30%呢。哎，就讲支持国民党的遐人，几吧？啊，几吧？伊拢填了科比了啊，拢登了科比了啊。啊，遐差不多有30%，要40%。啊那一对一咧拼的时阵呐，吼，啊国民党佫较悬呢，对。迄是咧2014年，唔是科比搞嘛？2014年是太阳花规定嘛，规定起来嘛。现在我这科比搞呢，对吧？我科比明年我要甲修理了，我会公开咧演讲会甲修理，因为我讲的话拢有证据，有人人证哦。啊，迄人证我即阵无爱讲，我要咧法院才讲。啊，前作搁甲告。过于诬告，我咧等伊呢。安怎？我讲大家听。2014年5月啦，伊无算11月要投票，哦，11月啊12月，迄可能12月初啦，我袂记啊。伊5月来找我，啊，前段来找我，因为迄阵啊，伊个竞选的班队足侪民进党给伊啦，啊，伊有差不多20里，咧台北市里长，伊无法度处理啦。啊！民进党去甲创的人讲，有一个人，较早咧创蹲点计划，哦，我迄阵蹲点计划，我咧做民进党组织部主任的时，做蹲点计划，就讲咧里内底，阮有台人啊，哦，咧每里内底有台人，啊，迄当然拢有名单，拢有民进党的人咧啊，啊，拢有咧联络啊。伊讲台交人，我都去处理遐，所以伊就来。甲介绍迄个人，我即马先卖讲人名，讲出来大家拢捌啦，吼、哦。介绍伊啊，阮三个人，住喺中孝东路边啊，吼、哦，一个咖啡厅讲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就甲讲，哦好，要安怎做安怎做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讲啊，你著来甲我支持啊。我讲民进党已经无要杀人，吼、哦，都要听你啊，所以我当然我会甲你支持。我就安尼讲，用好安尼好，啊啊！即、这个党员，你有啥物要求，
甲有啥物建议？哦，我要求我无啦，哦，我也无咧共，我咧共做算，也无咧共提钱啊。哦，我但是，哦，我建议，啊，你爱甲我答应，用你讲，我讲你若调了后，你台北市的土地袂使卖，第一个。袂使叫财团来甲你联合开发，哦，就像即马大巨蛋即款个，袂使联合开发。啊，安怎？爱来起社会主体，就是起哦台北市迄少年个，户籍咧台北，啊，佮工作公司咧台北街头路，济人，吼、哦，啊，社会主体分做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伊讲，诶、欸，这会使哦。哦，啊！伊讲，哎、欸，来，委员，我阁甲你问啊，啊，租金要安怎算？我讲好，那这我咧澳洲我上知影。咱即马甲阮人迄阵台北啦，吼、哦，我用台北，我唔知影美国即马利息安怎。我讲咧台湾银行利息，迄贷款利率是 1.86， 吼、哦，一年啦，吼、哦，就一年诶利率 1.86， 一百块咧一块八角来安得着啦。哦，好来，啊，这个咱租一下，咱租伊3%，咱用2%来算，啊，租3%加1%，啊，迄1%啥？迄1%做管理费，迄大楼爱做管理费，哦，啊，无你市政府搁编预算来就吃啊啦，哦，管理费安尼，啊，互因家去管理租金，伊讲诶，我安尼袂歹啊，我讲安尼是足好，我做过立法院，我知影，安怎呢？你国家编预算等于公库的钱啦，迄公库的钱放喺银行内底袂使生利息。啊，你即马若提出来起厝，互人住，你会使生利息啊？变做2%，啊，佫加1%、3%，你又赚2%吼。我讲这对你足好，啊，对少年人嘛足好呀。我讲即马少年人来，拄啊好去少年做兵，转来去吃头路。啊，拄娶一个某，生一个囝，咱来讲，30平有够无？用五折有够。有准啊！我讲30平有够，私底下计，建材啊，建材，这税率足清楚的。你若咱卖起了豪宅，啥物一平15万、18万、20万，咱免起的。哦，啊，政府有咧起有8万、10万、12万的，无咱用10万来算较好势啦。哦，我讲10万，30平，起较好，300万嘛。300万年利率3%，一年偌济？一年9万，拄十二7000多块。我讲一个月7000多块，要租30平的厝，有法度用哦，足俗的啦。委员，你用那咧台北，即卖是那30平爱15000、18000啦。伊安尼讲啊，讲啊，你来创这個，用好，我绝对答应你。那干那这个我绝对答应你。未啊，小等啊。伊讲，还佫最后佫一个，吼、哦，伊佫问做，啊，我台北市内底咧，市中心也无，咧市内无地啦，我是咧山边啦，咧山边这免咯，讲我足简单，你手内有啥？有公用汽车呢，市政府的啦，公用汽车市政府的，你杀一条去了啊，杀一条去，安尼来甲接来台北桥头对啊，剩咧伊去搬车嘛，哦，我就安尼甲讲，伊讲啊，安尼好。甲我讲安尼好，无做啊，无做我这个人哦是足君子的呢。去年12月啊，我拄到姚立明啦，姚立明我那同款，这个第四届到啊立法院同事啦，我甲伊有熟啦。啊，拄咧一个场合内底咧食饭啦，吼、哦，啊我就讲，哎、欸、嘿，这个委员，你即马甲科比安怎啊？袂歹。哦，迄阵啊，还阁袂歹，旧年十，即马歹啊！哦，啊，旧年12月还袂歹。啊，我着自我拄则讲的话讲互伊听，因为我最爱做啊！哦，我讲无，会做袂做，迄是伊的代志。你有法度把我这个话吼，带去互伊无？哦，带去互伊听无？因为有，结果正经有甲讲，伊拄着我，阁有甲讲，哎、欸，赵南兄，才拢叫我赵南兄，我讲赵南兄，我有跟他讲啦。我哦讲得就好，噶就无做，嫌有一点饼都无啦。哦，明年我正经公开甲你，啊，我先说讲来法院，你敢告？
你甲我告啊，吼、哦，啊甲我告了后诽谤，啊我来发言，我甲两个证人我提出来，我讲予法官听，我无要在遮讲，安尼，我会做这代志，所以啊，你甲讲你敢记录啊？什么？啊，唔免记录啊，我有人证啦，我能记录，我有人证啊。人有人证，免记录啊！哎，若无私信，敢为什么？啊！我敢向台北市民讲，讲伊咧为何难？我当然是安尼讲啊！我当然无伊个方法，我也袂使甲要求啥啦，对唔？我也无甲写讲，你若无做，爱给我100万，吼、哦，安尼我着，我唔着来甲出，对唔？啊，伊无嘛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安尼，啊，你着，我着是向台北市民来讲，讲这个就是好人先，安尼啊。